所以就是你刚才说的这些东西吗？对，所有的改装要求就是我刚才说的这些，您看您能做到吗？没问题，可以。哎，您这是干什么呀？我。带回去改装吗？不是，你懂怎么调整光学镜片组的放大倍数吗？你知道调整这个镜片组需要哪些设备吗？固定瞄准镜，它调整这个倍数，它需要把整个镜片组全部重新加工，光这个边打磨就要磨边机，这都需要。 大型设备，就这种设备，它不是我这一个箱子就能装，哪怕你弄个汽车，都装不下。你现在为了一个瞄准镜，你是希望我把整个公司都给你搬来吗？这么复杂啊？麻烦。 要不这样吧，我等我们领导回来，我向他请示一下。不好意思啊。喂，你好，殷公馆吗？您的没？啊，我是莱恩斯镜片公司的。按照登记的预约信息，我们的光学师现在应该在您那儿吧？公司现在有急事，客服请他接个电话呢。啊，好的。 您好，您公司找您电话。哎，先生，宏光眼镜店刚刚来电，想订一批紧急的订单，量很大，而且要求一周内就交货。他们老板马上就到，请您尽快赶回来面谈。好呀，好呀，嗯。这个，那个。 公司这个紧急业务，你走吧。不是，那这瞄准镜，你两种选择，你要不然你现在给我，我今天晚上帮你弄好，明天早上你来拿，要不然就是你们考虑好一周以后再给我送过来。一周，这么久？公司规定就是这个紧急业务，就除了今晚。 师傅，麻烦快一点。
那就说好了，明天一早我到您公司去取改装好的瞄准镜。没问题，今晚顾好一切都会变得完美。那谢谢你了。区区一个殷家，怎么会回不来？对了，那个箱子里头有一个99式的四倍瞄准镜，带回去。哼，就当苏文谦陪我的。是。啊，师傅，郑鹏跟冷乔刚刚报告，那个女工能的事已经办好了。是不是？太好了。我要的东西准备好了吗？啊，通知下去，今天晚上按照我吩咐的各自行动。是师傅，你也小心点。小心什么？我去会我老搭档。高兴还来不及呢。磨边机，对，他还说需要一堆大型设备，好多专业名词我也不懂。我一想，瞄准镜也不是什么真正的武器，就让他带回去改装了。这种边背镜片组，像莱恩斯这样的大公司不可能没有现货。就算是断货，用切割棒和磨轮现场就可以完成，为什么非要带回去？苏教官，出事了。1分钟之前有辆出租车把他扔到了街对面就跑了，这是从他身上发现的。莱恩斯镜面公司光学室。坏了！听我说啊，姜子老三带人留守，其他人分散追。是。你们俩去那边，你跟我来。你去那边。
谁呀？教堂还没关门，就急吼吼的拉我回来，就算了。放心啊，为了今天的事情，上帝会原谅你的。又搞啥活动了吧？你朝思暮想的那个人啊，马上就要出现了。桑，我报的，假的，人我带回来了，活的，将功抵过，功大于过。三年了，我们三个人又聚在一起。这些年，您都还好吗？好，好，你没事就好。才三年，你看看。
怎么样，组长？其他人都回来了，就差您和苏教官了。苏教官还没回来吗？你别管了，晚上你还得看着他，必须保持清醒。老姐，不要弄得那么沉重，搞得好像我们做错了事儿。你少说两句。阿倩啊，三年前是我对不住你啊，三年来不知道有多少回，我想落下这张老脸。去给你赔个不是，可我又怕你见了我会让你更难受，所以我还是没敢来呀。知不知道昨天我看到你是什么样的心情？你知不知道我看到共党在追你的时候我有多紧张？知不知道爆炸的时候我有多心痛？我一直在想啊，想十年前我救下你，如果我救不下你，这些日子你过得怎么样了？挺好的，可以站在阳光下了，靠自己的手艺吃饭，心里踏实。太好了，太好了。可是你是大名鼎鼎的杀手啊，木鱼啊。现在在搞什么？在码头边摆个摊儿，拿一个刻刀刻一些阿猫阿狗的东西，挣那么一点钱。看你现在穿的，怎么会搞成这个样子？不合适，是不是？除了狙击之外，这是我唯一擅长的。这个工作虽然没什么风光的，也不赚钱，但是我很快乐，我很有安全感。你是说和那些没有本事的怂人在一起很快乐，很有安全感？以前我一直认为我自己是一个勇敢的人，但这些年在码头，我才真正遇到了有勇气的人。这些老百姓都经历过八年抗战、
3年内战，几乎每一个人都经历着妻离子散、家破人亡，但是每天他们还是充满着希望在活着。他们很戳动我。我身边的几个朋友，他们的孩子和妻子都死在了日本人的枪炮下。每次当他们想念他们的时候，就会看一看我刻给他们的全家福，他们感到很温暖，而且会升起信心和勇气继续活下去，一直活到看到新中国。我现在认真的问你啊，你是真的想放下枪不干狙击手，然后继续在码头和那些阿猫阿狗在一起吗？以前我跟你杀人，那是因为要打鬼子。抗战胜利以后，我下定了决心，不再拿起枪。而你呢？抗战都胜利4年了，你还在一次又一次地把枪口对准自己的同胞。有多少爱国的人士倒在你的枪底下？难道剥夺别人的生命，就是你生命全部的意义吗？警卫营已经到位，进攻管周围和道路上一切正常。晚上护送文市长和殷先生的兵力也安排妥了。欧阳和苏文谦呢？还没有消息？已经派人去找了，目前还没消息。报告。怎么了？欧阳副组长出事了。嗯？生存的人，让他去奋斗。所以这3天，其实你一直在松江。是啊。今天上午在医院开枪的也是你。你以为呢？小心思！你知道你打死的那个小战士才多少岁吗？才17岁。他唯一的愿望，就是等到他满18岁的那一天，拿起枪拍张照片，寄给他的母亲。那又怎么样呢？我只知道，今天上午如果不是我在医院的话，你就被打死了。所以我特别不知道你跟我说这么多这么多是要干什么。你刚才说等抗战打完了，打完鬼子把枪放下，我记得你以前也说过。可是我记得那几年我跟你说，不管说什么样的事儿，你一点兴趣都没有，只有说到杀人，你记得一清二楚，哪一年哪一月哪一日哪一分哪一秒杀的哪一个王八蛋，你都记得。所以你还想说你要转行？文倩，文倩，
看着我。你记不记得，你想出子弹拐弯那一招的时候的感觉？你记不记得在教堂，你抠下扳机的那一秒，你快乐吗？是不是特别的兴奋呢？苏文谦，你和我一样，是个天生的杀手。还有，你知不知道这两天在宋家发生什么事儿啊？啊，从前天上午十点到现在2天08个小时，你坏了我多少事情？水母组从来没有失败过，因为你，我一而再、再而三的失败。水母组的原则是什么？永远把任务放在第一位，因为你苏文谦，我彻底成第一次把任务放在第二位。所以文谦，回来好不好？回到水母组，我们继续一起，行吗？3年前，我亲手开枪杀死杨志亮以后，我非常的痛恨我自己，非常非常的痛恨。我痛恨我没有控制好我对开枪的欲望，然后我就开始怀疑，一个狙击手的天赋究竟是成就还是残忍。我不想再沉迷在枪对我的诱惑里，于是我毅然决定再也不会拿起枪。但是我现在决定，我会继续拿起枪。我拿起枪不为杀人，只为救人，只为阻止你池铁城再杀害任何一个人。你阻止我？你凭什么阻止我？你杀的是共产党啊！难道你认为你现在阻止我做任务，这笔血债就一笔勾销了吗？不要再做梦了，仇人就是仇人，他共产党现在就是在利用你。够了。车上发现的，阿杰啊，我修这把枪不是为了要让你再拿起它。你爱拿枪也好，不爱拿也罢，都由你。
我休他只是一个念想。这枪我休了整整三年，却怎么也完不了工。这枪管我自己都记不得矫正了多少回了，可它就是差那么一丁点儿。差在哪儿我也不知道。枪管是金属的，一旦要是变了形，再要把它恢复到原来一模一样，不可能了。不管你用什么样的仪器，它总会差那么一点儿。就像你们俩，阿琴还是阿琴，铁城也还是铁城，可要让你们回到从前一样，我知道总归是隔了心了。你们俩数数自己身上的枪也一大半儿都是为了对方挨的，拼了命的从阎王爷手里换回了一块宝鼎勋章，一块灵辉勋章，你们俩把它焊成一块儿送给我，还在我面前立了誓。勋章可是他砸坏的，无情无义啊。你闭嘴吧。还要跟我决裂，把枪都摔了，我多好呀，都闹成这样我还要把他给拉回来。你闭嘴吧。伤了情我拦不住，离了心我也拉不回，可你们能不能看在我这张老不死的脸上各自退让一步，哪怕是相安无事，不要再针锋相对斗个你死我活了，行吗？行啊，只要他跟我回去，除非他不再杀人。行，我犟不过你，文娟，你菩萨心肠，我把你供起来。我先退让一步行不行？你也知道我的任务，我的目标只有一个，我只动他一个人，其他人我不动，任务我总要完成吧。你觉得我会同意吗？那就是没得聊了。孙文谦，我们青山不改，绿水长流，好聚好散。水木组的规矩，一旦来了，目标必须死。老爹，这酒挺贵的，下次再喝呀。快！
过些天我再来看你。 刚吃完饭，他在家练弹弓呢。你们都还好吧？挺好的呀，怎么了？没事就好。我就是问问。怎么了？是出什么事儿了吗？没什么事儿，这不是上午在医院碰见杀手了吗？然后我一直忙也没顾得上你们。 我就是怕你们害怕，就打电话问问。我早没事了。对了，医院的事儿你不问我，我还想跟你说呢。其实，从昨天在学校门口碰到那个人开始，我就一直怀疑，他是不是回来了。尽管你跟我说他没有，但我还是更相信我自己的直觉。我觉得你是在安慰我。子舒。 别这么想，我不是在……现在我知道了，确实是我太敏感了。今天送我回来的那个公安局的同志跟我说，今天多亏了你开枪，才打败了杀手，救了殷师兄。如果他真的在场，怎么可能会跟你针锋相对呢？对不起，文倩，我不该怀疑你，也不该怀疑他会假装不认识我。 子舒，你们没事就好。这几天松江非常乱，你们除了学校，别到处乱跑，一定要注意安全。如果要是碰到什么人或者什么事觉得不对劲，一定立刻通知我。放心吧，今天出了医院的事儿，我也知道怕。那就好，那先这样。 没见过，小王，哎，来过来，来了，这衣服给我熨一下，好嘞，熨板正点啊。哎呦，公安局的长官呀！哎呀，怠慢了，怠慢了。现在再问你一遍，还记得吗？长官，您看，就一枚扣子。 这我哪分得清呀？英纺进口派丽丝纯羊毛西服的扣子，你会不记得？而且我闻扣子上的味道，这套西服刚刚用进口四氯乙烯干洗剂洗过。这么贵的干洗剂，全松江只有5家店用得起。解放后，这5家店现在只有2家店在经营。刚才我刚去问过另一家店，他们说上周就断货了。所以，我现在再问你一次。 还记得吗？哎，这保护客人的隐私是我们店的规矩。刚才，真是不好意思。是有这么件派丽丝，黑条纹的，有位小姐下午送过来洗的。是她吗？留送货地址了吗？没有。 他着急用，自己取走的。干洗加熨烫，加急也得1个多小时。他是一直坐在这儿等的吗？啊，那倒没有，送来西装就走了，也不肯留电话。后来打电话过来，知道洗好了才取走的。从哪儿打来的电话？这个我真不知道。哦，对了，我接电话的时候，他应该在买药。我听到电话里面算什么纱布磺胺多少钱什么的。 别的我就不知道了。左手雕刻着宝剑，颤抖的右手道别昨天。
子弹在耳畔诉说从前，你我转身已沧海桑田，胆草汹涌的平淡，愧疚将白发渐渐晕染，子弹将你我分隔两端，相识不语，一生万语千言，答案背后的答案，试探被试探阶级斡旋，放下再拿起笔一支烟，结局总会峰回路转，等它照亮无尽的黑暗，呼唤声埋在我心中。